快啲翻嚟啦！哇！有个包裹啊，寄俾我嘅喎。仲有埋个警带嘅添。哇，礼物啊！我家四川成功同学院，妈咪仔又花又得意，知道你中意得意嘢，我特登买咗我送俾你添。呢张熊猫得唔得意啊？睇下呢大熊猫几可爱。我建议听日咧就系大熊猫嘅乡下，卧龙寺保护区探佢哋。拜拜。唉，拉叔就好啦。有得上山去探大熊猫。妈咪，宝儿，嗱，快啲做一啲功课，阵间四点钟咧仲要学琴噶。啊，我最喜爱的动物。宝儿，你俾心机做啦。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写咩动物好啦？宝儿，起身啦！咦，点解个熊猫公仔变得咁大嘅？仲识同我讲嘢嘅添？我系卧龙自然保护区嘅熊猫大师，我叫做阿龙啊！我带你卧龙玩啦！卧龙是什么地方来的？卧龙自然保护区在四川省，四川省在中国西南部，省会是成都市，每日都有飞机来往香港的，如果你搭飞机大约两个半钟就到的了。卧龙自然保护区在成都市西北方，由成都坐旅游车出发大约三至四个钟就到噶啦！哇，又上天又落地，仲要成日添啊！点样去啊？唔怕，我识魔法噶嘛，合埋双眼先啦。Om Mani Padme Hum。到啦，擘大眼啦，宝儿，呢度就系卧龙自然保护区。我是大熊猫的家乡了。哇，这里到处都是高山，山顶上面积雨雪，不怪之真这里这么冷了。我们大熊猫跟其他动物一样，要有适当环境，满足基本需要才可以健康生长的。是什么环境需要啊？首先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我们大熊猫每日要行两三公里路，我们喜欢行山坡，喜欢有松树、杉树和竹林，我们住在山洞或者大杉树的树窿里面的。我们喜欢清凉而潮湿的气候，又有清新的空气，我们还有水饮添。我们的食物是新鲜的竹叶和竹枝，所以通常在竹林里面生活。阿龙哥，好多谢你啊，你带我来这里又介绍我认识咁多大熊猫朋友。可惜我住在香港，离你哋咁远，我又冇魔法，唔知几时才可以再嚟同你哋玩啊。宝儿，你唔使担心噶，我哋有两个大熊猫朋友安安同佳佳啊，佢哋啊已经系1999年3月11日移民去咗香港啦，依家咧就住喺海洋公园嘅大熊猫园里边啊，不如我带你探下佢哋咧。好啊，前面就系啦，宝儿啊，呢度。像不像我们家乡卧龙自然保护区山上啊？真的好像啊，阿龙哥，为什么他们要将大熊猫园摆成这样啊？
我都唔清楚啊。啊，不如问你设计师何涛博士咯。即系我哋嘅设计咧，就系为咗熊猫着想，特登要做到佢咧，好似唔系人造嘅环境，系一个自然环境咁样。啲观众咧亦入埋去啊，就冇玻璃隔开嘅，等人哋咧去到咧同个熊猫好近啊。咁呢个地方咧就恒温嘅，所见到咧就系嗰啲天窗嘅啫。嗰天窗好紧要，因为嗰啲光自然光都落到里边。我哋啲天窗全部可以开得嘅，开得。可以按個掣開得，同埋兩旁啲窗開得，咁就可以有自然風咧入嚟，咁濕度又控制住嘅，咁佢真係嚟到呢度咧，就俾佢覺得有翻鄉下咁嘅感覺。咁啊，最緊要咧就等佢咧有個斜坡，就等佢咧可以擒上擒落啊。呢度咧就有一個門咧，就俾佢咧日日咧就出入啦。佢夜晚中意翻嚟瞓覺又得，唔中意瞓覺瞓覺又得。所有佢個房裏邊嘅事情啊，同埋啲外出觀眾啊，同埋嗰個。我住个花园地方，冚唪有块闭路电视，全部睇到晒嘅。阿龙哥，佢哋边个系佳佳啊？佳佳右耳正中有个缺口，佢中意用右手食竹嗰阵时啊，好斯文。佢中意食竹叶嘅。咁安安又有咩特别啊？安安咧就比较活泼好动，佢中意爬树噶，佢中意用左手噶，中意食竹枝。懂得咬开竹枝的皮吃里面的心的。他和佳佳每日分别要吃成十公斤竹的。香港没那么多竹树，所以海洋公园要向广东省从化山区大量买一种叫做吊丝丹竹的竹枝，每星期两次用专车运到香港，送到大熊猫园之后呢就放入冻房保持新鲜。工作人员每日取出需要的份量，洗干净它，就分别插在地上等安安佳佳取食的。阿龙哥，这个大熊猫又好大，有几多尺啊？咁就要问下吴馆长先知咯。大熊猫园总共啊面积咧就有2000平方米，咁咧而喺个馆入边咧，安安佳佳嘅地方咧，每一个安住嘅地方就有200平方米，而佳佳住嘅地方又有200平方米。咁呢个就系佢哋嗰个外边嘅展览场地。咁而喺展览场地后面咧，亦都有几间佢哋嘅休息室嘅。咁我哋总共有4间啦，咁有3间大嘅咧，就1间细。大嗰啲咧就每一间咧就有20平方米，咁而细嗰间咧就10平方米度。熊猫园整个设计都是希望模仿安安佳佳大熊猫他们在四川自然环境之下的个生态的，所以在我们设计的时候也都要尽量包含他们，譬如山啊、水啊、和斜坡啊、一些植物啊，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尽可能希望有一个大一点的地方就能够包含所有的元素，而这些元素也是对于安和佳佳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的地方，又可以刺激他们一些自然环境的一啲生態同埋佢哋一啲自然嘅行為。點解唔將安安同佳佳嘅花園打通，等佢哋可以有更加大嘅地方玩呢？其實大熊貓本身佢哋嘅一個性格咧，喺自然界嘅時候，佢哋係一啲獨居嘅動物。咁所以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希望都係單獨喺埋一齊，即係自己單獨一隻喺一個活動環境入邊嘅。咁直至到佢哋每年去到佢哋嘅發情嘅時候啊，去到交配嘅季節咧，佢先會有興趣或者有呢個跡象咧，會走埋一齊。咁所以咧，我哋為咗正如頭先所講啦，就話盡量保持翻一個自然環境嘅情況咧，我哋都係將安同佳佳佢哋分開嚟。而咁耐以嚟，亦都見到佢哋咧，即係佢對於獨立生活亦都適應得非常之好。老二起身啦，夠鐘學琴啦。妈咪，头先我梦见大熊猫哥哥啊，佢仲带我去大熊猫园度，俾我学到好多新嘅知识啊！原来大熊猫园里边系有咁多知识噶，不如呢个礼拜日我哋同埋爹哋一齐去睇下。好啊！好啦，我哋够钟学琴啦，快啲行啦！